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李医生，天堂好吗？我在恒大暴雷的前夜火速入手，对未来预期过于乐观，把月供调得很高，而如今入不敷出，靠60父母接济度日。今日又闻开发商给的是收据并非发票，不能取公积金，疫情过去了又没过去，我好想结束这一切。之前很恨那些啃老族，没想到进入社会后我成了我最厌恶的人，带给父母的都是苦难，我想放下。写抗疫志愿活动的记录的时候就想到了您，当时义无反顾地参加志愿活动的初心就有您做榜样，戴上口罩不敢善目，埋头做事无愧于心。时代如何终究要看我们自己的信念，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届时希望能来看您。我爱世界。2022年11月19日，距离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已经980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和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医生留下的微博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写下日记，网民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由于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疫情防控防的到底是病毒还是中国人的奴性，网友们早已不得而知。名为何必之扣的网友说道，今天26岁生日了，送自己了一台 iPad，早就想要了，虽然我失业了， iPad 还是刷信用卡分期买的，但还是想在这个黑暗的时候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名为我想出去玩的网友说道，李医生我好难过，最近泪点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低，总是莫名其妙的掉眼泪，想来也可能因为一个人待着没有社交的原因，可是城市太大了，我没有朋友。名为豆豆 CCC 的网友说道，我好难过啊，妈妈生病远在异国，离婚，孩子不在身边，好像很多不好的事情都在发生，我的30岁一点不快乐。名为柚子橙子和 Mellow 的网友说道，早上好老李，人间非乐土，各有各的苦。名为盖世汤圆爱嗦粉嗦粉的网友说道，医生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不戴口罩，不出示行程码，不需要恐慌别人阳了，你帮我问问神仙，问问上帝好不好。名为小鱼爱吃大西瓜的网友说道，11月13日，我失去了陪伴我12年的狗狗，父母是基层工作人员，那段时间他们忙于核酸，而我没钱没车，所以狗狗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面对生命的逝去我们总是那么无力，希望因为疫情失去生命的人们和毛孩子们在天堂都能健康快乐。名为狼之独行者的网友说道，老李好久不见啊，不知道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想我们，这样吧，跟你唠会家常吧，我妈一个月之前因为健康问题辞去了工作然后住院了，我计算机1级英语3级过了，现在在全力搞升学课程和学校安排的学业，每天都要去图书馆，老李最近要考英语4级，记得保佑我啊。名为鲜花下牛粪的网友说道，李医生2022年11月14日周一，我来看你的第80天，下周一也就是21号，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要开踢了，我又可以有一个月的球赛可集中观看了，想家，抑郁，难熬的冬天，这些关键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评论区。在气温越来越低的寒冬，网友们真情实感地抒发了自己生活的不易。名为 Miami Girls 的网友说道，远在壤省的老家解除封控了，100天人们被关在家中，发生了不计其数的荒唐事，今天看见有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庆祝，街上还有放烟花的，好热闹，可我不知道该高兴什么，只觉得害怕，提起那个从小长大的地方就会觉得 PTSD。名为德云女孩持铁柱的网友说道，李医生最近发现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拥有的，有点看开也有点难过，希望你和爸爸在另一个世界都可以过得好，我很想他，但也不会遗忘您。名为耗子背刀满街找猫猫的网友说道，李医生我是知乎旋转的盖伦，我一篇关于您的帖子一天获赞4000多，数字还在涨，很多人都记得您，还有很多人都记得您。名为天蝎座女主的网友说道，李医生很遗憾，明明很努力的去活着，最活成了最狼狈不堪的样子，这个世界好冷，这么没温度。名为咔咔咔咔的网友说道，李医生是不是都要变成哑巴才好。名为 Scanty 少屁屁的网友说道，以慈悲之心救寒灵之苦致敬。
名为小小的深深的星辰927的网友说道，每次刷评论都会泪流满面，不喜欢现在的我，但又无力改变，那就继续假装开心快乐的活着吧。名为十元臭美的网友说道，至今看到这条微博还是心头一酸，希望你一切都好。其实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这个评论区是英雄和凡人的纪念碑，这么说是因为英雄同样来自凡人，并因其平凡而伟大，英雄在这里接受凡人的怀念，也承载着凡人们的世界。以上是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评论的近日精选，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和记录互联网上民众的声音。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